哇，这么多人哦！好，我要赶快过去了。飞飞飞飞飞，直接飞！这边有一个，哦哟，还好，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。嗨，你找我吗？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就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，这场的部分呢，等一下我想要玩一下那个喷射器啊，就是滑板喷射器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滑板喷射器能不能很快到达我要的地方，然后去杀敌人，试一下吗？好，我已经看到飞哪里，这边可以哦，天文台，好，太好了，直接天文台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直接跳天文台好了，然后我们飞到那个前面的 K 镇，其实这样应该是没有比较快哦，我觉得哇，蛮多人哦，有 K 镇有人飞，然后天文台应该也有，哦，蛮多人哦，我来试一下好了，我想要试一下，就是直接，哇，这么多人哦，好，我要赶快过去了。可以抓这个吗？算了算了，不要抓它，我们直接走。我看会捡到基本的武器就好了。08T3，好 ，Go Go Go， 赶快走，赶快走，飞飞飞飞飞，直接飞。好，我们飞过来这边，有敌人吗？有人开战了。好，快点快点快快，好像没有比较快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逃命过来还是会遇到，哇，好多敌人，两个敌人，这边有一个，哦哟，还好，赶快赶快赶快，哇，东西那么多，等一下哦，有人，哇，这边一个，哇塞，还好，他在捡东西，还有人，至少有两三个吧，我先把血拉满。卡住，这爆屁真的很麻烦，都一直卡住，没死，还有个拿机枪的，先收掉这个，还偷补血啊！好，这场是排位赛，上面有一个拿机枪轰人啊！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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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 ！OK， 直接爆头，我连杀人都会有点延迟哎。他刚才打谁啊？哇，在后面啊！嗯，没看到人，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。嗨，你找我吗？搞点准。OK， 收掉。我现在很怕人家后面开枪打到我。好，有 Scar， 默默就五杀了。我先把血打满，刚好没有人。四倍镜，好、哦。有脚步声，来抓我是不是？我先丢个闪光弹，来呀、啊。哦，他捡包了，无视于我的存在，直接捡包啊，真是帅气。包个凝胶，这个先打坏。这个包，子弹没了。好 ，OK， 开场飞过来六杀，我包还没有人，先捡。没有 MP40， 好，我先收一下这区。你跑回天文台。该点好像都走光了、欸，但那点超多的、欸，这么快就走光了。伤气，都收圈了。来，我来看一下，可以飞到那个桥吗？我想要飞到桥那边，
这喷射其实还蛮好玩的。我不开车，直接飞。桥的位置好像在这方向吧？飞，飞得到桥吗？啊，歪了，歪了。我原本以为可以飞到桥上，哎，差一点点。哇，算了，我懒得回去了。我们现在在试，看可以飞到桥上。有车哦，哎，右后方有车。别理他，我先上去。哎，怎么没上去？哦，桥上好像有东西可以捡。有有有，五包。哎，五包有了，缺凝胶了。哎，三级三级三级弹夹。哇，这有一个那个，好可怕、哦。他现在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些调整，汽油桶炸的距离好像变远，感觉上有。然后吉普车速度变慢，如果你们开吉普车，应该有发现吉普车爬坡速度变慢。有人欸，等一下，哇塞，等一下，我不要浪费我凝胶，先下来躲一波。有过来吗？这个要先收掉。在哪里？我看到他了！哇哇哇！这样打到！欸，这游戏现在延迟真的很夸张欸！我在墙壁后会被打到，是怎么回事？这就延迟吧！来呀、啊、你！欸，我控制器按不出来，可恶！等一下哦，因为现在有点爆劈，我控制器按不出来，我开关键可以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会打输啊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打不到，怎么回事啊？哈哈，打不到人欸！哇，现在暴毙太严重，很钝啊！哇，拜托，这网这伺服器可以稳定一点啊！两三百真的是很不稳定欸，他来抓我了、啊，完蛋了！我现在是暴毙，微暴毙啊！我好像回到以前哦，以前比较顺啊。哇，来啊你！什么枪啊？狙击枪是不是？哦，终于收掉了，终于收掉了。我刚那个开进，然后我要攻击，这样攻击不出去哎，超傻眼的。好 ，OK。那捡东西像阿伯一样，有什么可以捡的？我快一点点，快一点点，捡东西我快一点点，还是很慢。以前可以剪超快的，现在只能剪慢慢剪。没东西哦，没凝胶，只有一个凝胶哎，我现在两个凝胶。我先进圈再说吧，现在目前杀七个，还有八个敌人。我觉得那个滑板喷射机还蛮好玩的，就是有时候可以乱飞，看想飞到哪里。我目前还没有遇到那种就是飞在空中那种可以打他的，那个一定打得到啊。只是说看好不好瞄，因为速度还蛮快的。这有个尸体包哎、欸，闻香而来，应该是没人吧？我现在只怕后面有人，前面有个空投，有敌人，有敌人，又要捡空投吧？来来捡啊，来捡啊，小兔头啊，别动啊！又是八 D 啊，防装又很高的哦，防装怎么那么高啊？终于死了，防刚很高哎、欸，哦，来不及那个东西了，这可能是四级防装吧？虽然装效益没有加攻击力，可是这攻击力好弱、哦，拿到八 D 真的是很难过哎、欸。所以有时候打敌又打到八 D 血而已。凝胶，好，三颗凝胶了，有哦，右边有人，怪卡哎、欸，就把他打坏好了。他跳下来了，死吧！这好少血哦。OK OK， 收掉。这血损超少的。可是消音器好处就是至少敌人不知道我开枪点在哪里，他只能听到声音，可是听不出我那个，他看不到我开枪的那个红标啊。所以消音器其实我还觉得还不错，暗杀蛮好用的。好，现在杀九个，剩四个是不是？哦，
这个下去，下面应该是没有人啊，因为侦察机没有照到嘛，没人吧？那我先观察一下这边有人，因为有时候会被后面偷打，先看有没有人，先确认后面有没有敌人，我要先收掉。哦，好像是安全的哦，没人好办事啊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就直接过去了。没有步枪子弹，我现在子弹好少。我先等缩圈，我先看这圈缩哪里。如果缩这里，我就不用走。哇，缩上面。找不到步枪子弹，好，直接冲喽，剩两个，哦，太好了，这步枪子弹，哇，这装备不错哎，都有敌人，哎，只有两个敌人，在哪里？楼房吗？楼房可能会躲人哦。最后安全就在楼房。开战，开战，开战，可以抓，可以抓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呀，偷偷的，偷偷的。嗯？上面吗？哎、欸，趴在这边，哈哈，好好笑、哦。他正在补血，趴着补血。OK， 成功吃鸡。好啦，刺杀吃鸡啊！最后一个还蛮谨慎的，趴在这里，是不是我直接冲上来啊？啊，太酷了！好的，今天呢就先玩到这边啦。如果大家喜欢那天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一个喜欢一个支持我。后面有一句叫 FIFA 的攻略情报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